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。可惜天地难分明，可惜天地难分明。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今有真圣鬼谷子。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一清大学第一到第十一届所有贤士同修，我们下午这一节继续来讲解承本随法。而承本随法是一个大局的风水学，而你能忘多久就要看成文。啊，成文呢，啊，成文诀，啊，成文诀，还有悬空诀，悬空诀就忘二十年。承蒙诀啊，望六十年以上。所以风水学啊，你要懂得承蒙。何为承蒙啊？比如一块地啊，这个叫承文。入口处叫承文。啊，所以入口处两个交叉水，水交汇的地方，啊，那叫做承文。啊，承文可以望六十年，可以望一百年、两百年，比喻八卦山、大肚山，水所以这个叫承文，交汇的地方叫承文。坤荒，坤荒啊，这个叫承文。那么你这里面的房东房子你要怎么样，什么方向啊，才能够达到承蒙诀呢？好了，所以台中道堂这符合承蒙啊，符合承蒙呢，就能够望七百二十年。不相信两七百二十年后你们再来看。台中道场还是很旺，所以我们承蒙啊，江外水在坤荒。啊，在坤荒，
那么你要怎么算成文呢？如果以五运来盖，五运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，你做子山五项，你二入中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，这就不是成文了、哦。若是以壬山丙相，这个提进来二三四五，你做壬山丙相就符合成文，所以在五运盖的房子啊，壬山丙相，台中地区坐北向南，壬山丙相，这个就花了很久，最起码花60年，甚至180年。所以这个是大局，大局的成文。那么小局就是悬空哀星，悬空哀星，你要以象星入手，进入中宫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若是以子山五相，水口。交汇这里，你用五六七八九，九入中，九是逆行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是三碧到水口，三碧木。禄存星，禄存克中宫，所以禄存星克中宫就是会劫财破财，所以悬空哀星和成文诀是不一样的，成文诀就是三入中，把三拉进来，三拉进来，三四五六，那运就还没到。所以各位同修，成文诀要搞清楚，你才不会糊里糊涂。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我们要选择风水宝地，能够成文诀，能够注意到是最好。若是成文诀注意不到，
你就要看进水。那城门诀，城门，这远水啊，悬空就是进水。这是一定的不变真理。像台中市啊，你的整个城门在这里，会在大肚山这里的城门看很远了，大肚山。那么到你的街上，你住家的街道啊，比如一个街，江渭水，水这样来，这样来，这里有江渭水，江渭水这个城门你就没有办法，很近，很近呢。啊，叫进水，用悬空。悬空法来挨。啊，挨这个悬空，这个进水的地方交汇水。比喻啊，这个是紫山五将。现在是八运，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紫山五象，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，这三柱中，三柱中，三在这里，三逆飞。三四五六七八九一，这是一百，所以一百下面的年运是八百运，年运八百运，年来克，年来克水口啊，交汇水，交汇水呢啊，挨到这里来。啊，三四五六七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，这是一百，交汇是一百，啊，就是我们的八百，来克一百，当然不是坏，但是呢，你克出去。住在这里，你做生意会很困难。凡事都要用争的，要用这个力，多好好多倍的力量才能做得成。啊，所以这个风水学之奥秘，啊，不要小看说啊，这个只有街上的水而已。实际上街上水在交汇的地方，你一定要注意。再比个喻，结果你房子坐这边，这边是西，坐西向东，这个水它是从这里下来，那这个交汇水就是在这里了，水沟的水，交汇水在这里，所以坐西向东，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，啊，这是相当是六，六百，
六是顺到六七八啊，六七八坐水坐西向东啊，水在南部南方啊，交汇水就是在做南方啊，所以说南方啊，那么你爱心啊，这个象星六白六七八九一二是二黑是巨文，现在是八白运，八白二黑，这二八合时，二八合时是吉啊，所以这个水交叉水，你表面看到没有什么，事实上那个交叉水交汇水就已经注定你先天的啊，它的磁场就是这样啊，后天的磁场就是悬空哀星九星的运行，而、啊、当你九星运行到水的交叉处的时候啊，那我们现在就要用九星断，九星列断，一白啊，它是贪狼水，二黑巨门土，三碧禄存木，四绿啊木啊，四绿木是文曲。五黄是土，廉贞啊，六白啊是巨武曲，武曲七四金啊，金是七次是破军，八百五星土啊，九子啊，必星火，以上啊，九星它的运行各有不同的功能，吉则吉，凶则凶，那么你怎么样来化解凶星啊，怎么样来将吉星让它永恒的啊在那边交汇，所以这九星的爱星形我们是看不到，但是在眼前视线出来的会让我们颠颠倒倒，所以颠倒颠，颠颠倒的道理在这里呀、啊！祝福各位。
禅机山维新圣教。各位维新神士，天下的事情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有它的禅机存在，尤其在风水学啊，我们感觉没有什么，都房子就房子了，大楼就大楼了，还有什么可以谈呢？那你就错了。高一寸为山，低一寸为水，大楼盖起来它就是山，啊，挖下去的就是水，啊，排水沟所交汇的就是水法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一般人都很容易啊忽略了它。所以风水学的奥秘千变万化，颠倒颠，颠颠倒，而你有时候过了原因啊，今天元运的末啊，你的事业还很好，到了明天已经你的元运移过了，走过去了。所以啊，自己能退了还不知道。曾经我看过一个人家的祖坟，这个祖坟呢，水很漂亮，水是从这边来，玉带水，它的六房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房都很发达。那时候在元运的七运快结束了啊，他要我去看他的祖坟风水，任山扁相。啊，任山扁相，七运，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，啊，七、八、九，壬山丙相，这是壬山。啊，那么七、八、九，一、二，二日中，二日中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，七四，所以七四很花。我说你们的房房七次运啊，你们的房房都很花。那么这一位找我去看呢，他有一种预感，这个风水运快失掉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怎么会失掉了。很漂亮，一般人看到十个看十个说好地理，只有我去看了，
再过几个月就转到八运，八运来运就失掉了，失去了运。我跟他说，董事长啊，你们这个风水七运正花只有花20年，而八运就会摔下去了。啊，他心里有数，他就回去跟五位兄弟讨论，啊，说这个张老师说这个风水已经要失运了，啊，叫我们要迁葬，不然会败得一塌糊涂。结果那些兄弟这还很旺嘛，啊，就不相信，啊，就说啊，那张老师眼红了，啊，看我们在发眼红了，那他把这一句话转给我听，我笑一笑，没有关系嘛，啊，他摔的时候，到时候来找我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因为天运在运行，不是人在转，人在转就是能了解它的原因啊。所以我们这一位董事长啊就没有管，原因到八运的下半年啊，他兄弟合伙的公司在大陆突然倒闭了，啊，被卷款，公司倒闭了，还有各种的生产，啊，都是障碍都来了，所以董事长就赶快又上仙佛寺来，刚好我们在上课，啊，在那边等等了不耐烦，我知道他来了。我故意上课，故意不下课，不下课我就一直讲嘛，啊，到等到下课了，才告诉我老师啊，怎么办？啊，他的公司濒临倒闭破产了，啊，他那些兄弟呢？才要他呢，再来找老祖，求老祖解套。我说没有办法，啊，唯一办法，赶快迁葬，迁到公塔，那样就没有事了。剩余的时间你们自己去打拼，啊，这样呢，你们还可以挽回。若是你不改，不迁葬。全部惶惶，表面看很好，事实上你是大败，一败涂地的啦，啊，所以这位董事长呢，他就回去跟他的弟弟兄弟商量，还在犹豫呀，这就看个人的福报问题呀，祝福各位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双善知识，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传的法是给各位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再帮助他人，是一个趋吉避凶的上圣法门。尤其祖坟的风水有煌煌的因缘啊，所以有时候你要建立人家啊，看得好好的，你要叫他改是很困难，到时候会被误会啊，误会地理师以为是眼红
啊，看他们在发达，啊，所以想要破坏他们。啊，回想我拜师李祖玉玄空大师，拜师的时候有十个信条，跪在九天玄女前面发誓：第一，不破坏国家的风水；第二，哎，没有穴不能点；第三，啊，不要破坏人家的风水。啊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所以他的实相宣誓，啊，到最后一项，我读到最后一项，我就不敢再读下去了。为什么？里面写的礼金黄金四十两，拜师要四十两。哦，我就不，那时候还年轻，没有四十两黄金，我不敢拜师。但是已经拜了，拿不出来怎么办？啊，后来跟老师商量，我慢慢的还，啊，慢慢的来教。老师答应了，但是他很认真的教我风水学、悬空学，啊，还有择日学，啊，等等的风水的法门。啊，所以自此之后，啊，我悟道之后，我就发誓一定要妙法普传，将我所悟的啊来普传给大家。啊，我若是说一个人在黄金四十两，啊，可能都跑光光。没有学生可以教，所以我就一个月要你们1000块钱，现在多一点1500块，还交一些功德金，啊，大家共同来弘法、来护法，把道学好了，啊，可以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，这是我的目的。也是王禅老子的目的，所以要妙法普传，天下才能太平。妙法不普传，天下太平不了啊！阿条我，希望各位同学们，你们也一样跟我，啊，承担天下太平的本愿。所以，你们跟我。研究易经风水，啊，你们要有这个觉悟、决心，觉悟说我要以法会友、以法会亲、以法会祖灵、以法来会佛，啊，那你们学的道一定会学得很好。所以我们做，一位，啊，堪舆学风水学的讲师，啊，法师。是不容易做的，要先接受十方大众的考验和评论和测验。若是你测验不过的话，你要学这个道就很困难。还好我们易经大学老祖开了这个易经大学的法门，啊，大家都这么做踊跃，啊，你们不帮人看，最起码为自己来防患于未然，啊，为自己的家来保家，为自己的孩子，啊，让他们能够过的，啊，一生比较平安顺遂的人生，这个也未尝不可啊。所以风水学，啊的这门学问，
啊，你看得好啊，可以庇荫人家一家族；若是你看不好啊，你会影响人家的一家族。啊，这个老祖时时开示的，啊，你啊当医生，医不好，医死一个人；当堪舆师、风水师，你医不好，看不好，就会让一个家族就败掉了啦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要有这个认知啊，尤其。一个风水，在台湾食品业啊，非常的有名啊。这卯山有相，向着中部的大平原，第一明堂宽广。第二，啊，友情、龙沙、虎沙、环抱，啊，第三，来脉的山，啊，都是武曲星、武曲，所以当时在台湾的企业化最也跟党，啊，到后来台湾的高铁。开到前面过去，把两只手他的杀手全部斩断了，啊，结果下巴斩断了，啊，事业开始一落千丈，什么问题都来，所以在高雄要我去帮他看，和圆和法师，我们一起去帮他看一下。哎呀，原来这个风水败掉了，赶快牵起来，赶快牵起来。结果兄弟还是犹豫不决，啊，说这个风水他的祖先葬的都很好，啊，现在呢因为局势的关系，所以他不迁葬，啊，不迁葬你等到一败涂地，等到失败好了，破产好了。果真，啊，时间一到，破产了，啊，这个是风水学与受贿息息相关呐，啊，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。风水学利人和利天，尤其好的风水子女头脑清醒，啊，可以利社会利苍天。若是你祖先风水错了，那你要爬得起来是很困难的事情。这么多年来我证到了，凡是祖坟风水被败掉了，自己败了，或这个公司工厂啊，周围国家建设啊，一到前面来啊，你一定要注意啊，那能够赶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逃之夭夭，你就不会受伤害。回想我们易经大学，啊，易经大学那一块宝地，失陷掉金钟，啊，这块宝地是世界和平的灯塔，在八卦圣城，维新圣教总坛，那么这个风水。
为什么最坏地这个因缘会交到我们手上来啊？就是要从他的祖先风水来讨论来研究他们祖先的风水，什么是八卦山？啊，这个风水在这里，啊，这块宝地。啊，是非常完美，所以有一句话，身坐八卦山，脚踩牛港岸，坐得到。摆晚餐能吃一半，啊，这个宝地确实很美，做得很大，啊，面遥遥对着我们这个西竖县雕塑镜中，啊，在中二高，就开始施工，啊，就这个风水前面。中二高过去了，把这个脚下巴下沉全部砍断了，中二高，所以这个风水就开始败，主灵不安啊，造成啊这些祖孙事业一败涂地，啊！所以在十年前，一个因缘，啊，就一位介绍人介绍我说，啊，这里有一块地，有一块地的28甲，啊，只有2亿。哦，那时候我听了很高兴去看，结果发现上天所保留下来的黄禅老祖所开示的啊，金钟夜响传千里啊，就是八卦山这块宝地失陷掉金钟，所以我把它买起来了，到处借钱凑钱，由基金会啊来以这块地来借钱啊，才发现这块宝地的主人就是对面那个风水被挖掉了，没有办法，国家建设啊，他路要开，开了风水就败了，败了呢，也因为这样
我们才能够买到现在的易经大学那块宝地。若是这条路不开啊，中二高不开，我们那块宝地也买不到。若是啊，中二高啊，他不开，这位老板啊，他就不会走到啊事业倒闭的这条路，那我也不必去跑三点半去追钱来建设维新圣教八卦圣城、维新圣教总坛。所以这个事情都上天在促成啊，我们也惋惜这个老板你啊，这块第二十八甲是卖2亿啊，我很高兴。但是回想回来啊，这是很不值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风水不好了，那是若是这家老板他知道了啊，就赶快把祖坟牵起来啊，放到塔里面，或者另找啊一个地点来安祖灵，安葬祖先的灵骨，那样就不会把那一块二十八甲的土地卖掉了啊。所以凡事都有天意，天意在安排啊，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有巧安排。希望各位同学们，你们看到亲朋好友的祖灵、祖先风水，前面、后面、旁边有建设的话，告诉他们一定要迁葬，否则的话，烦恼一带一到，跑也跑不了啊！各位要注意啊！祝福各位。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。